为了感谢各县市参与全中运人员的辛劳，4月24号上午，县长黄建廷陪同教育部体育署长何卓飞前往各县市代表队在东海国中设立的团本部卫冕。台东是我们办运动会的一个典范，要特别给予我们黄县长他所带领的团队呢，给予我们最大的肯定。我想我们都有很多的好评，很多的鼓励，这样的一个全国性的赛事能够让台东被更多人来看见，我们当然很期待台东的选手也能够以地主队的这个身份天时地利人和，得到更多好的成绩。各县市代表对台东县这次主办全中运的努力与服务都表示十分的肯定。古盛典采访摄影。